士兵出现了，来，防御炮台出现了。如向前面那里有敌人的机枪阵营，如果不想要像刚才冲锋的人们一样的话，绝对不要从正面接近。本次战斗有机枪兵，就是这个，有杀伤力，且范围远，请勿正面攻击。我们障碍物内哦，所以我们不能进去这里面，是不是？好，突破口了解。哦，带了。高地防御道白属于重甲类，除了破甲类手榴弹和灵力攻击之外，基本上没什么伤害。需带3个，其实很慎使用。高地耶，哟，小子你都没注意到。剧情战争会有不错的道具哦，不错。只要让我们找到宝箱的位置，我们让一个角色找到宝箱的位置，待续或防御即可获得。条件允许的话，请尽量努力获取吧。进军喽。他说不要碰到门，然后就走了，反正也不会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？再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先这样走着来啊。我们移动回来以后，他开始攻击我的人了，不可饶恕，必须死！攻击，哎，打不到。那就算了，防御打不到东西，我就不想去尝试。哎呦，快死嘞！我们什么物品都没有，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？燃烧，黑鱼啊，看打一下会多少？哎，还蛮多的嘛哈，看起来就是好的开始。哇塞！呀！哎，这样太痛了吧！攻击范围也太低了吧！这样不出没几秒，他就会死嘞。杀回啊！这样玩个毛哦！哇塞，我快死了！哎，这样对的还错的啊？200而已，移动物品，我看一下。吃点面包好不好？来，乖，吃点面包。哦哟，这炮台真的是。我必须要把这个解决掉，是吗？真是麻烦。攻击！先移动啊！攻击！哈！哦，他专打我哎，没关系啊，移动。我们的那个女生不见了，捕尸不见了，就很难过。哦，没有医学功能，哦，悲剧，这个悲剧的开始。好了，就先待机啊。物品。我家小榴弹，得得得得丢，呀！你们两个快领便当了，我自己都快死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持续2回合是吗？了解。
其实只要进入攻击范围，它就打不到我，就不会痛。像一点点血而已，你就不能让开吗？大材小用，对不起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！哦，我状态好了一点，太好了。物品，我看一下，我要用技能，对，我要用技能，它是对灵力有用吗？呵啊，130多，耶，他打人真的很痛。真的很痛啊！再用一个夜暴击，接下来就看你的，交给我，瞄准射击。哦，怎么敌人从高地攻过来了？我们刚才从你们面前大摇大摆走过去，你们都没看到哦。全狙击机枪临兵被狙击，敌方士气大挫，全体能力大降。耶、yeah, ！一鼓作气消除敌人吧。我方的移动力暂时提升。我还是快死的样子啊。喝啦喝啦，移动就移动增加就增加。我还能讲什么？攻击不到，那就用枪打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。那每次都只剩下一点点血，然后。有点火大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只剩下一点点血，就让我打一下会死黑哦。好了，的确啊，打一下你就会可能会死。哦，32还好，攻击变低了。我先移动来这边，它有一点距离吧。哦。看我的一刀流斩 ，A 斩不到，很好。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拿那个箱子、欸，我觉得我还是拿一下好。好，待机，防御。哦，痛痛痛痛痛痛。移动，所以我要移动到它上面咯。我可以拿到什么？大葡萄糖，烂！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还没有死过，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好不好用。攻击 ，A 有点远，不行，退回去，退。猎枪打死了呀人，所以现在要我们下去打咯，麻烦了齁，这是会差遣我们做一些事。哎，那现在就简单多耶、yeah, 各位，我打到这边终于快赢了，敌人的指挥官被击倒，一鼓作气胜利就在眼前，我们上冲啊！呀、yeah, ，你不跑吗？我给你机会跑哦。等我过来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还是要先防御，不能那么冲。你知道吗？骄兵必败。我快死了，我真的快死了。我要用。这个精密射击 ，yes， 700多 ，yes， 噔噔噔，升级了，哇，精英1400，吉玛升级，万尼亚升级，莎莎升级了，耶，呀，赞了。